真儿，请您垂怜，让我能走进他的心里，让他能够信任我，真正的把我当成至亲的人。正儿，我已经把你当成我最为至亲的人了。母后，感谢你在冥冥中派正儿来到我的身边。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我会照顾正儿的，您就不用再为儿子忧心了。母后，请母后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凤麟，让他从此不再孤单，有个和乐幸福的家。王爷，你要当爹了。你要当爹了。恭喜你。家里走。内东关防御使袁月缺回京复命，袁增派内东关之兵力已经全部带回京师，兵符文牒在此，呈皇上御览。平身，谢皇上。内东关现今局势如何？禀告皇上，敌人虽已退兵，但粮王仍不敢松懈，一方面操练军队，另一方面协助百姓农耕，军民同心，士气高昂，可谓是繁荣有序。好，很好。凤麟
果然不辜负朕对他的一番期望啊。禀皇上，梁王还有一件喜事让臣禀报皇上。哦，恭喜皇上，梁王妃有喜了。当真？太好了，朕有皇孙了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好，月征有孕不但是皇室之喜，更是朝廷之喜，恭祝陛下子孙昌茂，真是祥瑞之兆啊。皇后说得好。臣妾会去准备一些安胎补品和婴儿用物，即日差人送往北疆。还是皇后考虑的周详，那就有劳皇后了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娘娘饶命！娘娘滚出去！娘娘饶命！还不快点下去！啊，是。娘娘息怒，保重玉体啊！啊，娘娘何须小题大做呀？小题大做，我朝并没有禁之继位的潜力。寻儿还没有成亲，凤麟倒给皇上添了个皇孙，看把皇上给乐的。如果皇上将来偏爱长孙，这些人难免又要横生事端，威胁到寻儿。娘娘所虑不无道理，依娘娘看，又当如何处理呀？这个孩子来得太早，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就消消气，孩子们刚长途跋涉回来，又在外面跪了那么久，身子也受不住啊。就请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饶了他们吧，先让他们起来再说吧。让他们起来，不就认了这个儿媳？哼！老爷，如今是木已成舟。你再怎么赌气也没有用啊，现在也改变不了事实啊。公公婆婆在上，请听嘉林肺腑之言。嘉林无父无母，从小便被人卖在宫中学艺，飘零无依。机缘巧合嫁与月缺，才有了落地生根的踏实感。月缺待嘉林有情有义，嘉林敏感妩媚，决心终生服侍月缺，以此来报答他的恩情。嘉林自小孤苦，盼望能像月缺一样，有慈爱的双亲和友善的手足，一家人热热闹闹，开心平淡的过日子。嘉玲在此恳求公公婆婆能够接受我。请允许我成为袁家的一份子，能在二老膝下承欢，替月缺尽孝。嘉玲虽身份卑微，但从小也知道洁身自好，一定会聆听公婆的教诲，学做贤妻，一半月缺，请公婆给嘉玲报恩月缺尽孝公婆的机会。哎呀，嘉玲，嘉玲，你起来吧，起来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你还说什么报恩不报恩的。哎，嘉玲，嘉玲，你怎么了？嘉玲，嘉玲，娘，老爷，哎呀，快快快扶进来，快点，来。后面排好队啊，不要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来来来，跟上啊。
来来来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人人都有份儿啊。啊，不谢不谢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下回换大的啊。好，从这边走，来来来来来，后面的跟上。排好队排好队啊，来来排好队。王爷，可是因为王妃有喜而失迷。跟上。内东关地处敏感，下一个，虽本王有嗣，这是你的，但却不好大肆宣扬庆祝。不过本王还是要给征儿和孩子积福啊。来来来，都有都有。王爷，你难道把当初和杜将军的约定给忘了吗？王爷是否该向杜将军知会一声？后面的快一点。这是本王的家事。我看王爷对月贞怀孕这件事高兴有点过头了。哼，凤麟一直自感身世孤零，如今有了自己的血脉骨肉，当然是喜不自胜啊。我看他对月贞弄假成真，都要把思雨小姐给忘了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凤麟娶了月贞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什么叫弄假成真啊？再说月贞如今怀了凤麟的孩子，凤麟对他好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为了男女之间的这些小情小爱，就把江山大业抛在脑后了吗？杜将军现在掌握朝中过半兵力，月征再好能为王爷扭转乾坤吗？哼。凤麟，你与月贞成亲不过是无奈之举，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有孩子，不然将来你很难处理。我明白。思雨，对不起，我违背了对你的承诺，但我仍很高兴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在这孤单的夜晚，就算放弃了现在，也要陪伴在你的月征。小师傅，来慢点，我没事，走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就是来看看你的身子啊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不适应的地方。如果不舒服一定要跟我说，你小师傅我也算精通医术，在这方面照顾你还是没问题的。谢谢小师傅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没事的。我家小姐啊，别的还好，就是啊觉得闷，总抱怨不能四处走动呢。可不是嘛，样样都要小心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，我哪有那么娇气啊。你现在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怀孩子头三个月可是关键，等他长结实了也就没这么紧张了。再者这里毕竟是边关，不比京师，万事还是小心一些好。我记住了。征儿。
王爷，这是我让药房特制的安胎药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嗯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们的儿子还好吧？谁说是儿子了？我就想要个女儿。都好，都好。这次是女儿，下次生儿子。如果是儿子，我就教他骑射武功；如果是女儿，你就教他琴棋书画。我会非常非常疼爱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像我一样。怎么了？我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。哎，鞋面上被蹭脏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只好绣朵花喽。绣花？嗯。怎么了？哎，干嘛？那就在这纸上也绣上一朵吧。怎么那么傻呀你？叩见娘娘千岁。思雨，难道你准备这一生这样常伴青灯古佛吗？思雨辜负娘娘的厚爱，不能博得太子殿下青睐，理应如此忏悔赎罪。你才貌双全，本宫真不忍心让你这样度过一生。再说你双亲年纪已渐长了，却无膝下儿女承欢。在本宫的心里，你一直都是唯一的太子妃人选。如今梁王妃已有身孕，我看玄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了。娘娘，太子和思雨已有心结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思雨当太子妃呢？我是在想着杜志安呢，一有兵权，二在朝中有影响力，如果我许给他女儿至极的尊荣，以后生了皇子又是他的血亲，这样一来你说他怎么能不忠心啊？还是娘娘想得周全。如今梁王妃已有身孕，这么多，你怎么可以负了对我的承诺？袁月成，你只是个棋子，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的凤翎抢走。袁月成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皇上，臣妾前几日去了趟慈凤庵，我想让思雨还俗回家。那他愿意吗？臣妾会说服他的。那是否可以重提寻儿和思雨的婚事呢？杜将军呢，一向忠心耿耿，
此刻又在为朝廷讨伐叛军，若能劝回思雨，这一来也解了杜将军的后顾之忧，二还能体现皇上对杜将军的心意。皇后所言也不无道理，朕亦乐见能够劝回思雨。至于婚配之事，当初是寻儿对不起思雨，如今重提他两人的亲事，一定要先确定凤寻的意愿，不要为此再引起任何风波来。皇上，寻儿终究是要娶妻的，就臣妾观察，他已慢慢地把过去的感情放下了。臣妾不求皇上即刻赐婚，就先让寻儿和思雨接触接触，皇上认为如何？既然如此，但凭皇后安排吧。谢皇上御成。王爷，杜将军那边有消息来了。将军已经听说了王妃怀孕的事，他说王爷有了骨肉，可喜。他让我替他恭喜王爷，同时还说孙皇后已经知道王妃怀孕的事。他要我叮嘱王爷保护好王妃，万事小心为要。你替我谢过将军，就说将军的嘱咐，凤麟记下了。是，王爷。还有，将军还说，请王爷千万不要忘记当初对思雨小姐的承诺。哎，凤麟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慢点儿。你看，我都绣好了，好不好看？真好看。你说他会不会喜欢啊？会，会。怎么了？正儿，答应我，以后去哪里都要告诉我，让我陪你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担心你啊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寸步不离的跟着你，保护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正儿，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你和孩子，绝不让你们受到伤害。啊，皇后准备的样样妥帖，样样周到。这是我做母后应该做的。啊，皇后，你一直都是朕的贤内助啊。王公公，小人在。你带人把这些给梁王送去，让梁王知道皇后对他们夫妻的一片用心。小人遵旨。王公公，父皇身体可康健？回王爷的话，皇上龙体安康，这次知道王妃怀了皇孙，甚是高兴。皇后娘娘还特意准备了礼物，着小人送来了。这些都是皇后娘娘准备的？是皇后娘娘亲自准备的，临行之前皇上还一一过目了一遍。有劳王公公了。丁管家在，王公公一路辛劳，带他下去休息，好生招待。是，多谢王爷。
梅浩，王爷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封到仓库里，一样都不许用。是。怎么样？嗯。来，再给你盛一碗啊。这宫里的药材啊，熬出的鸡汤格外的香。嗯啊，怎么了？你弄疼我了？你说这鸡汤是用宫里送来的药材熬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可有什么不适没有？没有啊，我都喝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宫里赏赐的东西都是孙皇后准备的。凤麟，你太多心了，就算孙皇后有什么坏心，她也不敢在父皇赏赐的东西上面去做手脚啊。这要真有什么事，她也难辞其咎啊。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孙皇后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恐怕现在还要再加上你和孩子，再怎么戒备她都不过分。好了，别不高兴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那些东西了，好吧？别生气了，嗯。正儿，万万不可再掉以轻心了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我们的孩子，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。记住我的话。出来走走，整个人都轻松多了。嗯，要不闷死我了。启禀王妃，宫中舞姬小爱求见。参见王妃。起来吧。谢王妃。见过香兰姐姐。小爱，你突然来王府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嘉玲姐回京之前来和我们姐妹话别，得知王妃有喜，特来祝贺，我们都很为王妃开心，还为王妃准备了份礼物，祝愿王爷王妃百子千孙，鸿福满堂。谢谢，有劳你们费心了。王妃娘娘，您人真好，不嫌弃嘉玲，还对嘉玲非常关心照顾。改日小爱去月老庙上香时，一定也会为王妃和王爷祈福的。这里有月老庙吗？回王妃，这里的月老庙香火鼎盛，听说非常灵验。小爱去的时候，一定会祈求王爷和王妃琴瑟和鸣，孩子安康。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想和凤麟在一起，只要您可以预成好事的话，我一定会准备三生大礼来孝敬您，一言为定。香兰，我们也去月老庙吧，月老成就了我的姻缘，我还没有去还愿呢。没想到王妃和月老庙竟有这样一桩缘分啊。小姐，你有孕在身，不易颠簸，况且就算有心还愿，也应该去京城的月老庙啊。天上的月老只有一个，只要诚心的话，在哪还愿都能收到，就这么定了。王爷吩咐过，您的出入得他亲自派人随行才可以。如果凤麟跟我一起去，那就更虔诚了。小爱，等我和王爷确定了时间，再通知你一起去吧。是，小爱谨遵王妃之命。思雨怎么还是这么冲动啊？为什么就不能等我回来再商量一下？当初王爷说和袁月征成亲只是权宜之计，如今却和月征有了孩子，这叫思雨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孩子的事我已经有所安排了嘛。那思雨前去……算了，问明白也好，借机也看清楚王爷对我们家的态度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老爷。
将军，你去通知韩师傅，让他照顾好思雨，转告思雨不要鲁莽行事。是。香兰和魏浩还在准备，等会儿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今天除了要还愿啊，还想求月老成全他们。有你在，我看就不需要月老了。我说正经的呢。凤林，我们现在这么幸福啊，我希望香兰也跟我们一样。王爷，大师傅，什么事？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公事啊？应该是吧。你赶紧去吧。你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凤林，凤林，参见王妃。小爱，请问王妃，我们何时动身？哦。王爷有事儿，要等他回来了我们才能去。哦，这往返的路程也不近，恐怕今天是来不及了。去不了就改天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香兰姐姐说的没错，今天的日子特殊，夫妻宫化禄，入子女宫，对夫妻缘子女缘都好。娘娘如果近日去不了，错过了良辰就有些可惜了。哦，香兰，要不我们不等他了吧。小姐，王妃，既然王爷已有吩咐，还是等王爷回来我们再去吧。反正有你们保护我啊，没事的，我们自己去吧。我知道我这样跑来很任性，可是我真的不能不来。凤林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对月正是不是动了真情？娘的花容月貌，又是朝夕相处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思雨，你听我说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对你和你们杜家许下的承诺都不会变的。不要的不是承诺，我要的是你的心。凤林，你的心里还有我吗？对不起。小爱，怎么回事？走了这么久还不到？没错啊，前阵子我还去过的，就在前面呢，快到了。
好了，魏浩，没事的，快走吧。王妃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没事吧，王妃？没事吧，王妃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很快就到了。哦。派来的人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奉命来取你们的性命。你们快走！魏浩，王妃伤势如何？王妃并无大碍，只是，腹中的胎儿保不住了。请。别说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